还是我一步步创业，我外科在做开发，俊美在开发，然后要做诊疗跟俊美会议这样。第二季的，对，就这几件事情在考。第二季会找温生豪吗？剧本还没出来呀、啊。那如果适合角色，当然要找啊。请不起。你能送我原价吗？员工价。员工价。员工价不错。报销。温生豪有看过那个报销的。有啊，因为人在新加坡拍戏嘛，但也都没注意到。你觉得他？觉得有没有什么？感觉他我们真的蛮喜欢的，确实就是出乎意外。你怎么刚刚没有跟我讲？因为他们熟，因为我本来跟艾导要拍嘛，你知道吗？哦、对，然后我看了第一集、第二集，其实我还没完全看完。那我真的觉得很特别的拍摄手法，有点漫画，对，有点漫画感。然后我觉得医疗的东西用这种轻松包装的方式，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书写方法。所以第二季要找。好，你有觉得你可以取代哪个角色吗？朱轩阳垃圾的。后面有更辣的，后面有长期。刚刚是我们这种孤老肉。各种肉有各种不同的风味。胃口很大。淑珍在拍这部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跟你就是有些挣扎，就是蛮破坏形象的？这方面是完全没有挣扎、欸、我真的觉得好不容易得到机会可以让我稍微打破漂亮的观众对于我是漂漂亮亮的东西，所以蛮开心的。你这大家也是对你的年纪觉得不停不停的被大家提起。我还要继续讲，我有一点是觉得饶过我，不要再提那个东西了。虽然大家是在称赞你，但是你一直看到那个数字会被自己逼到的。那你不觉得这样很好？不用说你数字增长，还是坏掉没有增长？对啊，其实是有增长。但你当然很大部分是正面的评价。对，我们的留言我就不敢太仔细看，你有时候还是会看到一些杀伤力蛮强的。后来就不好太看，因为你就会比较在意，比较负面。哦，你还是有看到，对啊，还是会啊，还是会，一定会的，一定会，难免。明明95%都是在称赞，干嘛去？对对对，但尽量忽略，尽量。那都是说就是很少女，对，所以我的比较幼稚一点，我的灵魂是蛮幼稚的。小林总是啊，不小林总是还好，因为他是锻炼我心智，让我自己更强大的一个方式。温老板不是也要制作新的作品？对对对，已经有进度吗？有，非常在掌握当中。那也要看刚制作的时间，但是看，还有我们也是医疗的东西，所以到时候当然相对的也会跟淑珍请问。你要找我吗？那当然，员工价。女外科去你们哎、欸，现在很流行两句。对。你的剧名是什么？你的剧名基本上先暂定叫《诊外春秋》，整形外科，还是整形外科？好，人脉可能跟他都重叠，赶快拿过来。因为我们有些人也被你拿去用。真的。所以大家一起用，对，大家一起，我觉得现在是好事。就刚刚说，刚说我们在干嘛？嗯，一起在拍片。对。但都是客串，最近拍蛮多，都是大家。各个人跑来跑去，在不同的村里面遇到，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代表我们整个市场都在有在活动，在活动，那演员都会互相支援的，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你自己觉得看了他的那个，跟你自己想要做的方向有？我的方向会比较成人抒情，所以会、哦、他们那个会比较可爱，因为他暴走，他本身就是漫画感多重、嗯，我那个应该会有一点放一点爵士成人的。就是那一种，你知道，
年纪大一点，但是比较写实，是不是？故事是写实，但是我说整个痛调会偏都会感，然后夜晚感，然后比较。你刚刚讲的是医疗剧吗？从外星球，迷离夜晚。因为这块先转型外科，有歧视的私生活。你外想外科医师要转去省外是？小刘，对。那正好这次入围北影影帝，有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对对，剧里没有想，没提到过。7号，那个7月9号。不要害他，7月9号。我没有哎、欸，我没有完全，因为其他人做，我自己的片子我也没看过。哦。我在后天才要看，那其他人片子好像也都还没上映，对吧？好像都还没上，你们都没看过。对啊，那回来一比。一定要公开去，那你什么时候回来？5月初回来，然后隔离吧。没有确诊？在那边没有？不知道，我是新人。真的假的？回来飞机上？不是，飞机上下来要 PCR 啊，然后回来。是回来以后才确诊？回来之后第10天。他就是在台湾啊，不然第四天那还在隔离的时候啊。对啊，然后就被送去检疫中心。他怎么发现？就有点不太舒服，这样就也不是也没有什么症状，就觉得酸痛酸痛，然后我就搓一下，白天搓一次，哎，还是阴性啊。然后晚上来再搓一次，然后搞得挺好。然后卫生局就带去做卫生，那时候还是比较严格的，现在没有。那五月初还在上一波，那会有副作用吗？不知道，也累累的。累累。现在没有。没一个月了吗？超过了，因为我3天就转阴了。身体状况很白，就还不错，所以快乐。就可能每个人因人而异。有人说我朋友确诊，就是很累，然后什么喉咙都现在还痛，是很。那你刚说累累的是指那个时候还是？那时候，那时候是觉得很累累。现在都好了。现在都好。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淑珍的？我们的平房差不多时间，有没有可以再问一下？有吗？还是突然，不好意思。好，那还有要问的问题吗？没有，没有什么。说得好嘛。我是觉得蛮特别的，受不了是因为它可以换壳嘛。对啊。然后有不同的造型，然后它对你买一只手表可以换好几种不同的颜色，然后拆装只要2分钟，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哎，淑珍，这是你那个女外科之后的第一场活动吗？对啊，对啊。哦，那其他有没有很多开始商业活动代言呢？哦，有，最近好像有开始有一些女外科效应。很少。那你们两个也很久没有这样子一起同台，对，很久没有对耶。同台好像没有哦。没有，你们。除了是当年的经历，你们都太会了。你们后来有没有做过吗？没有，因为我本来拍的戏就真的很少。我女外科之后只拍了自愿之后就没有，自愿就是太挑了。应急而已。太挑了，还是求好心切太挑。我们这种是剪不要处理。做就做，不要那么皮，还卖关子。结的东西赚那么多，是你自己太挑。他求好心切都会跟我讲，因为我是怕演不好。他不同意我说。你现在已经得奖，也有演出好作品，就不可能演不好。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就还没演女外科的时候，大家对我还是会觉得要走一定的路线。嗯，对，然后所以会觉得我想当中间好像蛮有战斗的。那我希望说女外科之后，大家知道说我还是蛮有可塑性的，可以接一些别的角色。有，我们现在拍的那个比较可塑性很强，是那个空房的感觉，蛮酷的一个角色，两个有互动到，很小的角色，没有互动到，但是你知道他演什么？因为我们同一天定，总要要求。好聪明，很小的怕，但因为角色很有趣，我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是电影，影集。OK， 好。